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31日5:56，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，unbelievable， 怎么可以时间过得这么快？下巴的闭口长了好几个，我用一下这个修复霜，稍微的来一点点。稍微的让它吸收一会儿，其他的部分搞一点精华。今年2023年大家都过得怎么样？虽然我感觉在我自己的意识里没有到正月初一你就不算过年，但是看着这个数字变成2024年1月1日，我就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实感。下面这个让它吸收会儿，下来面霜搞一点，气垫上妆上妆，学校这两天有那种元旦晚会，结果和高三没有任何关系，是高一二举行。今天我还是早上从早读一直上到12点，从6点多一直上到12点，1、2、3、4节，结果还要坚持到最后一刻，因为我晚上还有晚。接下来是画眉毛，用一个这两个颜色稍微混合一下，还行，让我把这边的也补齐。用这个水眉笔仍然是勾勒一下眼头和眉尾， OK， 用这个浅色打个底。刚好是周一，是我课最少的日子，所以打算和同事出去逛一下。本来只是单纯的我俩明天课很少，现在一想居然在明天元旦当天还能约起这样一个活动，就觉得还挺好的。没有假期就自己给自己创造假期，谁能想到今年连元旦的假期都没有了。也不是没有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考试所以推迟了。我今天其实是想用一下我的这个腮红，把它当成一个眼影来用一下，这个画在双眼皮褶皱内。今天腮红我打算混合一下，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两块完全不一样的颜色，这个偏杏色，这个偏玫瑰粉。现在用这个玫瑰粉的先这样轻轻的斜打一下，打的没有很重，我感觉它这个颜色就是特别像你自己皮肤的那种粉，粉粉嫩嫩的。对，我再摘一点点这个杏色，在眼下这块来一点， OK， 可以了。口红一会儿画，我现在先喝一口咖啡，换好上面的衣服了。今天你看我这种直头发就知道我要用它把它扎起来，今天不想卷了，懒得卷，加一下。好了，喝水，好零食，爆米花，我来吃两口，即使早早准备结束了也不想立马就出发，还是要磨蹭一会儿的。磨蹭的这几分钟就是最幸福的几分钟，有没有人能懂我呀？来涂一个口红，今天是个什么心情？今天是一个粉粉嫩嫩的心情，那就涂一个这个。我之前不是在视频说我买了个隐形吗？那也是2023年第一次尝试的事情。我觉得我2023年第一次尝试的事情还挺多。结果那个回来之后直径有点大，我也是从网上才知道啊，什么着色直径感觉也有点大，我买的还不是黑色，就有点偏棕。结果我以前觉得我的眼睛还挺大，结果现在发现眼睛也就一般般，戴上之后我的黑眼人就直接像假的一样，我不喜欢那种，我喜欢稍微自然一点的，所以我又重新下单了一款，等它到了再说。今年要多尝试戴隐形，我那个隐形就戴过那一次，就没有再戴过了。第一次戴隐形有多痛苦大家知道吗？我让同事给我戴了差不多快一个多小时没有戴上，他走了之后我自己在宿舍又试，把我吓得我的眼睛一直这样眨眨眨眨眨，就根本戴不进去。
后来隔了几天，另一个同事又过来用另一种方法来教我，我自己也鼓足勇气，终于戴进去了。结果呢，摘又是一个问题，反正戴的差不多就吃了一个海底捞的时间，给摘掉了。摘的时候就是冒着那种我必须把它摘下，因为不摘不行的那种勇气，然后把它摘下来。结果现在再也没碰过了。我想等新的到了之后，再自己去试一试。戴过一次应该没有那么害怕了吧？我希望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差不多到时间了，出发吧。